喂，我们真的要跑啊？既然输了，就应该愿赌服输。好吧，就当作是在游泳池好了。是我连累大家，我走前面。你们从那边跑到地铁站，记得游戏规则是穿三点式哦。是不是没身材，怕被人笑啊？我看他们恨不得地上有个洞给他们钻进去。活该，学校他们不自量力，敢跟海鸥队挑战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